凤儿女现身，高唱父亲知名歌曲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歌王文夏的遗孀文香也献唱经典老歌，受访时更提到要募资700万来拍文夏的纪录片。中华演艺总工会举办围炉传承餐会，众星云集，更请到台北市长蒋万安。我想过去一段时间，谢谢大家对万安的支持鼓励，给我的加油打气，让我有机会出来为市民服务，为台北市打拼。万安深深一鞠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去年台北市长选战，艺能工会众多资深艺人表态力挺蒋万安。蒋万安这回除了表达致谢，也端出劳工权益，确保资深艺人在台北市能继续发光。三立新闻陈俊杰、马玉文台北报道。